冒险。叫大冒险。你觉得亲了谁？我希望回馈的大冒险就是，回馈的大冒险，爸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但是我还得，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儿子在亲吻母亲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就愿意吻他一下，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吻，我也愿意再给他一个吻，非常高兴。好吧，好，太高兴了，我们相聚在韩国。吴威就告诉我，他说要说条件好的，还是各方面就是说条件都比较好的，肯定比。但是他说，我觉得亮哥是最适合我的，他就像那个穿鞋一样。然后慢慢还是发现小亮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，确实做的还是很不错，现在觉得很不错啊。我们还是经常应该玩一些小游戏。就今年他还做了两件事让我们特别感动，他就给我们两个买了一个这个冰工作回来，放在我们家里，他这样就让我们随时都可以运动，就是不管外面吹风下雨。然后还给他买了那个高尔夫的练习，这个叫什么练习呢？没聊够是吧？那我先吃块饼干。我这儿有照片，你们看不看？就是高尔夫练习网和练习网就安在咱们后花家里面后花园的地方，抽时间和老人交流，老一辈的不完全就是说有钱或者给钱或者请人帮助照顾你就行了，实际上我们也是看在眼里，是喜在心里，我们也非常的高兴。亮哥用你浓浓的爱给了威尔一个温暖的小家庭，温馨温暖的小家庭。我要感谢你，我们的威尔天天都非常开心。买到什么呢？什么辛苦了？对吧？买到什么呢？没有，买了个柠檬茶。你的那个形象又高大了。对吗？大家都非常爱你。啊，对，我也非常爱他们。